睡到十小时，你不要太开心。就研究也发现，睡十个小时的人，你得到心血管疾病就是 是其他人的就是1.5倍。你为什么要把我兴趣破灭？我很爱睡觉。妈，起床了吗？对，不要再睡了吗？血管越末梢的地方，其实血管越细，那越细的地方就容易循环越不好。它如果突然循环不好，其实非常容易就会突然有颜面。上节目由福尔微创快筛冠名赞助。